这个凶手比较高明，他布了个迷局，而我还在这迷局的后面，这谜还需要一个个解开。这一切完全解释不通啊，还有船头上的女鬼，这一切这根本解释不通啊，这一切。李大人，这我家老爷肯定是被女鬼杀死的。除了鬼还有一个解释，你们两个张口闭口说女鬼，但从头到尾的目击者只有你们两个，所谓的落水无声无浪也是你们两个说的。如果这一切都是你们俩干的呢？为了脱罪编造了这一通嫁衣女鬼的谣言惹人耳目。有道理呀，那么多解释不通的地方都是因为大家伙听了这两个家伙的一面之词。来呀，给我拿下李大人冤枉啊，我们怎么可能会杀死我们老爷呢？我对我们老爷是忠心耿耿，真的是女鬼鬼干的。胡说八道，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鬼啊。带走大人。大人冤枉啊。大人等一下，大人，虽然这案件诡异，但我觉得不是他们俩做的。你该不会是也相信神鬼之说吧？是因为他们没有杀人的动机。临时审查切勿轻易，贵在精专，不可失误。宋词洗冤记录。若是想要谋财害命，完全可以等船只开到建阳地界，然后再开到水峡的时候将尸体投到水峡里，最后再开到任何什么地方，这船上的三箱茶叶和财产便全部归他们所有了。你说杀了人还回来报官，官府会通知田老爷的家属，财产自然会归还于田家后人，他们图什么呢？谢谢大人。这件案子一定是人为的，我和李子方从来不信什么鬼神学说，只是这个凶手比较高明，他布了一个迷局，而我们还在这迷局的后面。首先得知道为什么打开货，又为什么摆了这满地的茶叶。这一定是在藏什么东西。去外的，这是10年前跳峡水案自尽的于扶摇姑娘的随身玉佩。于扶摇？对，她是田员外未过门的小妾。10年前于扶摇年轻貌美，来峡水村收鱼的田员外对他一见钟情，田员外用1两黄金雇于扶摇去采茶叶，家境贫寒的于扶摇没有听哥哥的话，随田员外走了。于扶摇到田府之后就发现田员外的目的是要纳他做小妾，于扶摇誓死不从。我听说是因为当时他有喜欢的人，于扶摇爱的这个男人呢一直没有出现过，田员外也挺狠，诱骗不成就诬陷于扶摇盗取府内宝物，连官府的人都找不到证据。最后于扶摇罪名坐实要被砍头的时候，田员外提出了一个要求，他可以撤销指控，但于扶摇必须做他的妾。他哥哥于更一为了保住妹妹的命就应了这桩婚事，但出嫁那天于扶摇偷了嫁。庄子，庄子，妹妹，据说他死后化成了厉鬼，别撤我，很多人在峡水看到过的红衣女鬼就是于扶摇。那你信鬼吗？鬼神之说信不信敬三分吧，所以我书读傻了吧你。那说白了就是不信但又不敢说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案子不是鬼干的那就是人干的，我就问你一句，
什么人？敢大张旗鼓的布置出女鬼索命的案子，然后杀害田员外，肯定是跟于扶摇最亲近的人，动机是要给于扶摇报仇。你看，你也不傻呀。那肯定。所以说，这个查案的方向就有了。第一，是于扶摇爱的那个神秘的恋人；而第二，这于扶摇的哥哥于根一。现在这个人，他在哪儿？哎呀，这让我这一通好找啊！总算把你们给找到了。师爷找我们干嘛呀？李大人的调令啊，刚刚下来了。他被任命为吏部尚书，可还没来得及赴任呢，这竟然在他的辖区里出现了这么大一起命案，你可一定得帮帮他呀。放心吧。子枫，走吧。哎，师爷，你能留在这里，有个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，案子能不能破，就看你了。走。嗯。客官，您把面前接一下吧。哎，不是。我就说你是个离经叛道的混小子，这就是你的突破口。我们在等人呢。等谁啊？人来了。师傅，上钟了。哟，巧了，这都是谁呀？你们先啊，我们就在等你呢。啊，你不是万事通吗？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。现在那个于更一住哪里啊？于更一啊，于更一怎么了？说起来呀，是和于扶摇的死有关。为什么呀？要说十年前那会儿，我还是个孩子。那田员外去霞水村是我带的路，但我哪能想到他会看上扶摇姐呀？你到底带不带我们去啊？嗯，不去。不去是吧？赖子哥，赖子哥，我去，我去。子哥，于更一他家，我能不能不进去啊？你也知道。他见到我呀，就跟见到仇人一样。我这真，我不去。哎，谁呀？你给我滚！你来这干什么？你来这干什么？别激动，别激动。我就说我不该来嘛！出去！出去！你就是于更一，于扶摇是你的妹妹。我叫李子方，现任镇抚李重新是我叔父，这位是我兄弟宋慈，孟和生也是我们带来的，想了解些情况。你这身体是怎么了？郎中说我活不了几个月，我这肺也好不了了。不过不碍事，反正我已经活够了。田员外的死你已经知道了吧？苍天有眼，是我妹妹鬼魂来索命。报应，报应啊！那你就没想过杀死田员外吗？杀，我也想杀。我一个一没功夫二没势力就剩下半条命的人，我拿什么杀？不过我倒是想过，等我死了之后再去找他报仇。可是我这个妹妹先我一步报仇了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我们两个完全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鬼，除了你以外还有谁想替你妹妹报仇？孟和生，当年孟和生和他爹逃出来，来到霞水村，是我妹妹给了他一口吃的，
他们才活下来。可是没想到，孟和生这个混账东西，居然把田员外这个畜生带到村子里了。那你知道他和于扶摇的感情，所以你才会觉得有可能是他杀的田员外。是你们非要问我，可是除了他，我想不到其他人。一个十年前就死了的女人，谁还会记得他？谁还会替他去杀人呢？也许真的有鬼。这田员外死了那晚，你在干嘛？我一个快死的人能干嘛？臭人死了，我虽然可以安心等死。你还有什么愿望吗？能否把我妹妹的玉佩还给我？你怀疑这人是于更一杀的？于更一本来就是最大嫌疑人之一啊。我想查一下十年前和于扶摇死亡相关的所有资料。假如凶手是于更一，他为什么选择在十年后杀人？还有，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，他又如何杀人？不过，你刚才故意给他设陷阱，没想到他还真往陷阱里跳。你故意问他的愿望是什么，他说想把玉佩给拿回来。可是关于玉佩的事情只有现场的人知道，衙门根本就没有向外透露任何信息，他是怎么知道玉佩的事的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于更一肯定跟案情有关系，即便不是凶手，也有可能是知情人之一。那你干嘛不把他拆穿啊？我之所以没有当场拆穿他，那是因为他完全可以不承认，他可以说是他妹妹托梦告诉他的，能拿他什么办法呢？走吧，去查一查文献记载，是时候发挥一下你过目不忘的本领了。哎，怎么样，是不是于更一杀的人啊？人家说了，人是你杀的。我？哎，我怎么可能杀人啊？哎，于更一肯定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系，但以他的身体状况，恐怕无法独立作案。我在想，是不是另外有人在帮助他？喂，别打扰李公子看书，放我这儿。谢谢。公子他没事，去吧。哟，公子，我查了一下霞水村十年前在册人员的名单。当年霞水村有43户人家，231号人。哇，这231个人的信息你全记住了？这231号人里面排除老人、孩子、结过婚的、当年跟于扶摇年龄相仿的男性，只有17个。我记得你说过，这于扶摇可有个喜欢的人。你记性这不是不错吗？我这不是记性好，我只能记住这些关键的点。所以你怀疑的是这个于更一是和于扶摇喜欢的人一起做的案？于扶摇喜欢的人或许也很喜欢于扶摇，这男女之间的情愫本来就说不清，说不定他们两个私定终身了呢。于扶摇的死对他打击很大，所以跟于更一合谋做了这件事情。哼，恋爱倒是没谈过，懂得不少啊。这只是我的小小的一个思路罢了。没错，这的确是个思路。而且现在于更一的身体很糟糕，我在想今天他是不是故意提起玉佩的事让我们怀疑到他。这目的呢，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，隐藏另一个人。你跟我想到一起了。子方少爷，李大人找你呢。好。说到底，于扶摇的死我是有责任的。想当初我还没有当镇抚使，只是一个县令，田员外诬陷于扶摇盗宝一案，是我没有明察秋毫，以至于于扶摇跳了霞水。这怎么能怪大人呢？如今冤魂索命，我也难逃干系。叔叔为何老说冤魂两字？我相信这世上所有案子都是人做的，跟冤魂没有关系。这个案子有太多解释不清的地方，人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案子？
就是啊。来，李大人，喝酒。你说这个嫁衣女鬼是不是那两个田府家伙随口编的呀？那什么落水无声，怎么可能嘛？咱俩是想到一块儿去了，听见田员外一声惨叫，进去以后人已经死了，躺在床上，头身分离，凶手却不见身影，这骗鬼呢？这不是？这要是有鬼啊，遇上我鬼头刀马小宝，我这一刀下去定要他完蛋。谁？不对啊，总感觉不对劲。哎，昨天一晚上可真够累的啊。昨晚雾那么大你还出船了？那天晚上起大雾，这孟和生怎么会出船呢？哎呀，穷苦人家有钱赚就好了，哪还管什么天气啊？还故意先告诉我他出船了。李大人，孙捕头回来了，快请。大人，宝景辜负了大人的厚爱呀。孙捕头，快起来。哦，大人。这次去抓杨府管家的同伙，无奈晚到了一步，人已经跑了。这个不要紧，主犯已经归案，从犯他这好说。现在建阳城出了更大的案子啊！是，我也听说了，所以我及时赶了回来。李大人，这个案子交给我，我一定把这个凶手给抓到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孙捕头。你们这次缉拿共犯的时候，是遇到了对方，还是没有遇到对方？哦，没遇到。我带人到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跑了。那孙捕头这一身灰土是？哎，我呀，回来的比较急。朔县呢，雨雾又大，早上山路特别崎岖，不好走。我着急回来跟大人复命。衣服还没来得及换呢，有劳孙捕头。哎，不敢不敢吧，分内之事。对了，孙捕头啊，你这几天不在的时候，霞水女鬼的案子，我跟宋慈调查的已经有些眉目了，到时跟孙捕头细说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呀，李公子，事不宜迟，我随时复命，我太想把这个案子给他办了。嗯。哎，顾小伟，这大晚上的干嘛呢？哦，嫁衣女鬼出现在大牢，我们奉命巡查全城。哦，快！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。子枫，怎么回事？两名狱卒和在狱犯人都看见了嫁衣女鬼，他们看到女鬼之后就晕过去了。鬼，是鬼，真的是鬼。那个女鬼是从门口进来。嫁衣女鬼，我一看见她就浑身发软，一动也不能动。然后她走进我们就晕过去了。最后你们看到女鬼是往哪个方向跑？她去最里面了，然后在最里面就消失了。哟，孙公子。孙捕头，案发的牢里关着什么犯人？哦，现在里面只关了一个人，就是杨府的管家秦四。这满地的血，尸体呢？尸体不翼而飞了。
听好了，今晚这里发生的一切，不能向外界透露一个字。是是，都听明白了吗？是。二位还不走吗？孙捕头先回吧。告辞。告辞。宋慈。嗯，看这个。这什么叶子？建阳城没有这种叶子，就觉得挺奇怪的。这叶子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也没见过。不早了，你这会儿该回家了吧？今儿凑合，睡你那儿吧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你是不是往我这儿跑得太勤快了？我俩都多少年交情，你这么不讲义气啊？哼，想都别想。喂，喂，你听到没有？你们家地板多硬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。要不这样，我跟你洗洗啊。哎，如果你不想睡啊，你可以走。我已经够仁慈了，我的床是随便能上的吗？哇，你们读书人好变态啊。对了，今天有件事差点忘了告诉你。说之前你有个心理准备。什么事？我怀疑孟和生有问题。开什么玩笑，孟和生跟我们那么多年朋友。孟和生故意和我提起田员外出事那晚他出船去了。可是田员外死的那晚，晚上是大雾，这孟和生居然出了船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有没有可能孟和生跟于更一的恩怨是装出来的？虽然说当时田员外去霞水村的时候是孟和生带的路，但霞水村又不是世外桃源，也不是皇城禁地，即便不是孟和生，随便找个人也可以带他去啊。我觉得于更一没必要和孟和生吧。没错，他们完全没有必要仇恨对方，而且他们和于扶摇的关系是可能联合起来杀死田员外的。你给我滚。他们在外面表现的好像互相仇恨，甚至在我们找凶手的时候，他们互相指认对方是凶手。这么做的目的可能是不想让我们联想到他们可能会一起作案。你来这干什么？别激动，别激动。虽然这件事情我不愿意相信，但目前看来孟和生和于更一的嫌疑是最大的。另外还有些地方我想不通，为什么会出现女鬼落水无声，凶手又怎么进入船舱杀了人又离开，在极短的时间内布置个鬼杀人的现场，人完全做不到啊，所以人们才觉得这件事是鬼干的。而且如今又多了一个疑点，这凶手为什么要扮鬼进入大牢？杨府管家秦四又去了哪里？这些事情和于扶摇的死又有什么关系？子方，我得先弄明白船上发生了什么，先不要打草惊蛇，我要再上船看看，还有再检查一下田员外的尸体。我明天去找叔叔说吧。赶紧睡吧，天都快亮了，我都快困死了。谁啊？少爷不好了，出事了，有人亲眼看到沾衣女鬼在峡水上杀人了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我得换件衣服。尸体是你们亲眼所见吗？亲眼所见。还有看到其他的吗？师爷。哎呀，你们俩可算来了。这李大人呢？李大人和孙捕头公干去了。尸体啊是在上游被发现的，这船顺江而下，被我们在这儿给截住了。这次被杀的是个艄公，叫莫和生。莫和生。死法跟田员外一样，也是被砍了头，可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有人亲眼看见了他被杀的整个过程。人我都带来了。你们都看到了什么？我们俩清早在峡水边上散步，
亲眼看到这个艄公乘船出去，女鬼一下就从他身后冒了出来，一刀下去，他头就没了。你们俩当真看见女鬼了？千真万确呀，穿着红色的嫁衣，披头散发的，我俩看得清清楚楚。那他的头呢？我看掉河里了。哦，是，船上没有发现死者的人头，应该是掉进了下水里。他们俩也都看到了，我已经安排了几个水性好的人前去打捞。四哥，你这第二酒明显没收住啊！你看，我这是不是都受伤了？这就是轻伤。啊！真的是他！你我二人竟然怀疑多年好友，我想孟和生在九泉之下一定会很难过。这次凶案有人目睹了一切，孟和生被杀的时间跟女鬼出现的时间都差不多。如果是有人假扮，怎么可能同一时间出现在两个地方？那还用说吗？人怎么可能办得到啊？肯定是鬼，绝对是鬼呀！现在连我都开始怀疑是不是鬼了。孟和生死了，报应，报应啊！扶摇还在报仇，他要把害死他的人全都杀光。他有问题。余更一这个人，我怀疑他知道很多事情，得继续盯着。好，走吧，去田外船上再看看。走。贤侄，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我请来一个贵人，临安沈家的二小姐，通灵世家。沈小姐已经答应我，帮着招于扶摇的魂，化解于扶摇鬼魂的怨气。沈小姐，沈希月的事你怎么看？江湖骗子。我听闻很多人说了，临安沈家他们真的可以跟鬼说话，还帮助了很多人，解决了很多事情。就这种事情呢？您的茶。我是不会过多评论的。民间传说越传越离谱，但我告诉你，这个案子我是绝对不会交给小山坡的。孟和生都死了，我必须亲手抓到凶手。对了，我让你安排的事呢？安排了。田园外的船已经在码头，你随时可以去看。还有他的尸体，你也可以去查。但我叔叔说了，解剖尸体那是不可能的。他家里人哭着喊着要下葬田园外的尸体呢。这还得看我能不能确定田园外的死因。哎。行行行行，答应你，答应你。这就对了，我仔细对比了一下，狱卒和目击孟和生被杀时那两人的口供，我觉得这两起案件不是同时发生的。谁？谁的鬼？监狱里的人是因为迷魂香而昏迷的，还有，女鬼出现在监狱的时间是子时，孟和生被杀的时间是在丑时。那就对了。是人干的。从霞水到大牢，普通人走路也不到一个时辰。如果会武功的话，那就更快了。凶手在子时迷晕牢里的人，然后去杀害或者带走杨府管家，与丑时在霞水杀害孟和生。没错，这个案子的突破口就是杨府管家，为何他的尸体不翼而飞？还有，他和于扶摇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要不去停尸房看看？可以。走吧，走吧。子枫，我自己进去吧。我必须重新验一次。行了，我还是跟你一起进去吧。怎么，你平时不都嫌脏吗？
平时是平时，当下是当下，这不是怕你难过吗？但说好了，我的衣服不能擦鼻涕擦眼泪。从谁开始查？那就先从田员外开始吧。他的头颅已经缝好了，我记得你不是检查过他的尸体吗？可是之前没带我的发明。是发明？你这戴着手套干嘛？这尸表特征符合失血过多的特质，除了头颅之外确实没有其他外伤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一个问题，这田员外的真正死因究竟是什么？看起来是被人砍了头颅，但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看到尸体的样子？当然记得，尸体在床上，没有头颅。那被子呢？也很整齐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找到真凶，还你个公道。喂喂喂喂！若燕服毒，用银钗皂角水血洗过，探入死人喉内，以纸密封，良久取出，做青黑色，再用皂角水血洗，其色不去，如无，其色鲜白。宋词。洗冤极露，这银针没有变色，死者生前没有中毒的现象。你这又是在干嘛？等会儿就知道了。在田园外的船舱看到过白色的绢，就是绸缎。这怎么解释啊？争执从